你找人跟踪我，是又怎么样？你说，什么关系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跟他会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在这丢人现眼。你少骗我！我刚刚从外面就看到你们两个的眼神不一样。我接近他就一个目的，就是想从他口中知道王大伟的下落，拿回我的赎金。你当我是傻瓜？不要再骗我了。信不信由你。总之我问心无愧。我看你做贼心虚，真的不想在这里跟你吵了。麻烦你离开这里。 我要跟你离婚。离婚？你说离婚？我是不会离婚的，你听到没有？除非我死了，要不然我是不会离婚的。你休想从我手上得到任何一毛钱！我是不会离婚的。